是吧？对面有点看不起我，看我选武器，他直接选一手蒙多。那他这个意思已经很明确了，就是已经表明了，说我是个混子，我打不死你，你也别想打死我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说句实话，武器是不可能打不过蒙多的，只是不好杀蒙多而已。就是他一直住他底下，武器拿他没什么办法。而且蒙多这个英雄补刀特别好补，就强制给你五五开，我发育不起来，你也别想发育起来。这里有机会，直接 Q 脸开 E， 哎，把他被动打掉，挂点火 ，A 一下 ，AW， 再一下死掉。这蒙多牛啊，闪现千分。就回到现场，这波兵线要进塔，咱们不急，先清兵。清完兵之后，直接直奔防御塔，压根不用管这个蒙多。这蒙多不行啊，这刮痧刮的，还没隔壁 S 副刮的舒服。这波我们假装走，然后回来埋伏他，靠近点，先开 E， 直接挂点火 A 一下，假装撤，突然回头 Q 点 W， A 一下闪现出塔，这蒙多成功被我单吃。这个蒙多打得太猥琐了，这样咱们就不用管他了，突然兵线去找他队友玩就行了。很可惜啊，对面打野不在，那我只能勉为其难吃两个野怪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对面大爷肯定会跟蒙多愉快交流一下。继续回到现场，我都已经出完破败了，这个蒙多现在穷得连扩塔都买不起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不用管他，直接直奔防御塔，直接开大拆就行了。看把他气的，他很生气啊，但没什么用，打五不掉血，打水兵也不掉血，就在这让他 A 就行了。OK， 血量差不多了，先跳出去，上钩了，直接 WA 挂点火，开 E A， 这个蒙多绝对想不到咱们伤害那么高，点燃直接烧死。拿完了一塔，对面打野又不在，我只能勉为其难再吃个蛤蟆。哎，有野怪，直接 Q 脸 ，W E， 晕住 ，A 一下 ，W 死。哇，这个野怪这么值钱吗？300块。对面打野一直不来，那我只能勉为其难再吃个蓝了。我都把蓝吃了，那吃个螃蟹合情合理吧？哎，兜里钱不够，先过去做个事也行。哎，对面野怪刷了 ，Q 脸。W， 咱们有后背，可以一直黏着他。等训练结束，直接跳脸上 ，A 一下，再一下死 ，KE，A 一下，晕住 ，A，A，W，A，Q 脸 ，OK， 成功送双人头。哇，大哥，你玩阿克上为什么要带骸骨？这里埋伏一波蒙多，这兵线他肯定要推的。OK， 他出来了，咱们要记着，一定要捏着 Q，A 一下 ，JW，KE， 再 A 一下。挂点火，哎，这就对了，他交闪现咱们交 Q， 知道吧？对面队友来了，先撤一波，躲下 CD， 一块好了，直接 Q 点 ，W A 再 A K E， 先杀皎月，命中 AD， 直接 W 呼死，这波成功一打三，打完这波游戏基本就可以结束了，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士气了。这里队友大龙过来帮忙，先 Q 推石，被扫开了不碍事，慢慢靠近，表面打推石，实际上咱们目标是 AD。直接跳脸开 E， 晕住 W 炸死，继续打推石 ，A 接 W， 跳脸直接死。嗯，你们看这蒙多没什么用，知道吧？没控制，没伤害，就光肉，纯粹一个混子英雄。这里中单让蹲了，咱们这蹲一下阿克上，来了来了，开 E， 直接跳脸。哎，我真服了，你玩阿克上就一技能赶路是不是？直接给你护死。哎，对面来人了，这就等他们一波。锤石来了，走一躲一下，直接 Q 脸 ，AJW， 黑 E， 他闪现了，赶紧跑，队友马上到，坚持一下。这钩子我吃了，我肯定得死，你们也别想活着，我的任务完成了。这回是成功拿下。喜欢的帅比们点个关注吧。